大家早安，我是李斯。现在时间大概6点。今天我们要来骑这个2022的首发，就是龙潭、狮头山、仙山背。然后回来的话呢，可能会骑那个加马啦、大三背。我们自称啊，三背圈路线，三个背。十三倍、先三倍、大三倍，6:10，关西那边还有一团，今天蛮大团的，因为大家都想要2022弄一下。这是我2022的第一次骑车，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先下好关西，然后峨眉那边还有大苗栗，所以今天还蛮热闹的，那我们就出发吧 ，Go。各位大家好啊，2022新年快乐。今天是我2022的首骑，虽然天色昏暗，气温低，但还是不少车友参与约骑。嘿嘿，听说这里有人要上车哦，今天的约骑势必热血沸腾。在寒冷的冬天，戴上口罩骑车，除了有防寒的效果，更是防疫。目前是非赛季期间，适合做一些 LSD 的训练，以建立长时间的有氧基础为主，俗称打底。虽然说是真力兔，不过骑到这也差不多热开啦。冬天外骑，充足的热身真的非常重要，尽量避免特高强度的间歇性无氧区间。冬天风大，气温低，很容易缩肛感冒。等一下，我联络一下。可以去小地方尿尿。可以。OK， 我们到狮头山风景区牌楼。刚刚出发人很多啊，现在人怎么那么少呢？去尿尿。哎，这么人都尿出来，干，我都缩成他妈的，缩到都不见了还尿。现在我们来等那个大苗栗车队，我们有点超前了，现在时间好像才7:10吧。安安，冠贤大大，好久不见。对，请问2022有什么新的计划？新的计划就是我会前进法国去学法文 ，France， 加入当地的俱乐部队。嗯，因为那边的比赛会比较符合我现在的状况。没有，因为自行车本来就是欧洲发源的运动，是，所以就是旅法学习，没错，学一下他们的竞赛文化，耳濡目染，是吧？对啊，到时候再带回来分享给大家。我到时候有那个分享会一定要来。好 ，OK 的。对于今年没有去约了，哦，是哦，尴尬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是法国见，对不对？去法国前还会有一个那个，各自一套，就是要去法国团的训练营，那时候也是 Hero 一本。哦，你也是他们弄的，对不对？可以，真的好穿，好穿。预祝单车阿贤李冠贤征战法国，勇敢追梦，发挥正向影响力，感染更多有单车梦的朋友，大家一起为阿贤加油哦！看看这个腰围，腰瘦哥啊，干，太屌了！最爱来台上线找我的男人，中间啊，从那个小爱算，然后一直到山顶大概15分钟，我骑不动。我跟你讲，这15分钟弄完真的会没力，看，很嗨。来，226，来我们台26的那个女神谁 ？Vivi 姐。
所以那个玉玉姐不要再靠背我化妆了，真的没有化妆，你看。感觉大家很帅呢哦，刚好背心袖都一样了。对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森哥早安，是李四的哥哥刘武，嘿。那个不够散，再散一点了、啊。看起来人，比较宽了、啊。看森哥毛很多、哦。对。看2022年最帅的一张啊、哦！因为他速度太快。那到坡顶的时候，下坡是让你们倒地的节奏哈、哦，就不用特别提升啊。那我们重点就是注意安全啊、哦。那那个梯度鞋要带，前面先带啊、哦，来梯度鞋往前带。不要瞎掰好吗？OK， 各位车友，终于要来上菜啦！骑狮头山区段，不免俗要来活塞运动一下，抽一抽神清气爽，弄一弄通体舒畅。狮头山区段可以拆成两个部分，从计时点到狮头山登山口牌楼为丘陵地形，上下起伏剧烈，不用配速，就是用力给它干下去。这个时候 ，CYTO 虫虫哥哥开车啦，前队友冠贤大大坐稳稳的，默契啊！看看这兴奋的抽插，想必一定是第一次来狮头山，其他人也跟着高潮了耶 ！Sky， 狮头山前段的骑法确实就是要狂轰猛干才到位，哇哇哇！各位帅哥小很多啊，插不停呢。哎呦，大苗栗地主选手上来了。后段的地形是连续爬坡，大约3公里，脚开始硬硬的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，虫爷攻击一波，拉警报，大家快上车！至于我呢，当然是选择跳车啊！冬天哎，这样拼下去，我真的受不了啦！各位慢走，没记错的话，过了前面的弯就要攻顶了。他们骑那个狮头山，骑到气管快断掉啊！等下新三辈就要来好好的跟各位聊天，来跟苗栗的朋友高关一下，不然整天打打杀杀，这样也不是办法。
好吧，拜拜。我等他，我等后面。哎，这些打打杀杀的坏朋友，看看大家，拜拜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告别的坏朋友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好朋友。哎、欸，森哥嘞，等半天还是等不到森哥啊！第三集团就对了。稍微嘴废一下仙山，仙山附近有著名的两座庙宇，分别是斜云宫与云洞宫，都能够欣赏美丽的仙山风光。空气清晰，步道清幽，适合踏青健走。骑公路车的车友呢，两条路线也很适合来测试自己的 FTP。车少，路况好，非常好，弄一波哦。仙山背的计时点是从这个路口开始计算，全长将近14公里，前段丘陵，后段连续爬坡。这个区段要骑得快，一定要有势均力敌的战友一起合作。要注意前面6到7公里不能被拉爆，因为后段都是连续爬坡，说刚就 GG 啦。如果各位仙山背 Strava 区段可以35分内，基本上就算是业余精英啦。不过要挤进史上前十名，可能要投胎才有机会，因为在国外的大环赛场看到就是观众很多都是在登山点。因为是最陡坡的地方，等选手的速度不会最快，你可以看他的时间最久。你如果在冲刺点咻，哎 ，Nope。哦，现在其实蛮尴尬的，刚刚第一集团已经跑掉了。那我想说，来去录第二集团，跟第二集团的好朋友聊个天。结果我们的森哥呢，跟大苗栗的伙伴呢，我等了10分钟啊。鸡母皮都起来了，我只好一个人悠游这个仙山背环台赛经典路线啊。前面呢是丘陵平路，后面呢连续爬升，好孤单啊，一个人独推。待会仙山见。不知道是太冷还是怎样，冷到那个宕机啊，下车换电池，然后我又一个人了。继续出发 ，Go！ 到最后3公里，仙山爬坡段，也是每年环台赛经典登山点路段。整体坡度不算太陡峭，又有一点丘陵的感觉，非常考验各位选手 CP 5到10的能力。哪里这个 GPS 都有记录、欸欸？这个平常这个训练的路线怎么多跑了到哪里，或是少跑？哦，这里今天的第一个登山点。哎、欸，等不到人呢、欸。森哥怎么不见呢、欸？森哥上来了，在这里。森哥，那他走哪里？他上来了。看你在看、啊。我又怎么没看到他、欸？有啦。森哥去买水果了。对啊，他们已经上来了、欸。那为什么我等？他们去那边买水果了。那他们走哪里上来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一条路啊。刚才我一直在那边等，一直等在那边傻站5分钟以上、欸。
终于来到传说中的仙山啦！果然是2022啊，2022的旅游团。新的一年要出来走一走。哎，森哥去买水果是不是？森哥准备什么好料的？看一下。水果啊！我操！快点快点，吃麻辣吃麻辣来！我要吃麻辣吃麻辣。来，等下拿出来拍啊！哎呦，可以呢。来那个半桌啊！哎呀！好啊好啊，一马凑一队了，搞那个全程直播，就是有机车在那边录这样，热血，对，很冷啊，主将中间，主将中间，一二三，好，可以了，还有。OK， 下山。对啊，下山了，好热的。开门喽。这还完蛋了，等一下下山一定很冷。下午要慢哦。下一站就是大三背，最后一背。就知道这些人回去一样不会放过大家，跟这些北蓝骑车永远永远练不到力图区间，一个弄完再一个，约骑就像强奸，不是很舒服，但是要学会接受并且享受。现在尴尬了，我的电变没电了，所以只能目送第一集团离开了。变不了大盘啊，只能这样子龟速回去了。我看大三倍应该也不用骑了，哎，这就是电变比较麻烦的地方，真的要记得充电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后方骑上来了。没电了，真的没电了。你多久没冲啊？干，我197比完，有跑步吗？
好了，各位，我真的是大三倍真的不用骑了。来，没电了，完全没电。好在我们今天有那个补给车，卧龙大叔。其实你也慢慢骑回去可以啊。干那样子屁股很痛哎，刚才那个瓦数只剩100瓦，你知道吗？谢啦，谢啦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弄过来。好，然后嘞？你就给他靠着就好了。哦，完美完美。上车了。我刚才玩，我在前面一点点而已啊，没有很远。哦，看真的上车了。上来卧龙号啦，就是正式的下课了。那基本上今天的三倍券之旅呢，就只能两倍，之后再带大家那个漫游大三倍，蛮舒服的一个路线。因为电变，我好像197比完赛，对，比完赛我就没再冲了，因为有在跑步，然后就忘记这件事。今天这么重要日子，2022的首发，就出这种鸟事啊！选手当射手好爽，看当射手好爽哦，叫嚣就可以，负责叫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抓到了，抓到最帅的指挥家。来到马武都 7， 轻松啊！来，龙潭剩下5公里。好啦，那今天就不跟大家废话了，不用到我家了，来做个简单的 ending。好的，今天是2022的首发首期，就遇到这种小鸟事，所以用电瓶的朋友出发一定要检查。对，像我这种妈出线条的，就很容易忘记。我去年光电变没电就3-4次了吧，今年已经，你看今天2022第一天就中了，还是我不适合用电变啊，看妈的每次常常忘记。好，总之今天呢至少也骑到了将近110公里，也是有练到，卡路里也烧了2000多，然后跟大苗栗的车友，也有跟伊玛的车友，还有 PNS 的，还有李冠贤，单车阿贤也来同乐，大家都很热爱单车，在利用这个连假的期间出来动一动，交交朋友，在仙山吃水果，其实蛮开心的。2022就用这个仙山狮山双倍来拉开序幕，紧接着2022有很多挑战等着我们，没意外的话，李世杯就在2月19号与大家见面，那各位就持续关注。那想看更多有关于公路车53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不要忘记我的粉专 IG 按赞追踪起来。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。谢谢喽，感谢感谢，开慢一点。